现在我们四位的同事在进行补血哈，那所以这段时间都在邀约。那当然，因为我跟这个韩国瑜市长还有侯友宜市长，我们公务行程真的是太多了。你看，假日还在跑行程啊。当然，我们也知道这四位同志很着急哈。那但是我们尽量来配合，可是现在没有完全把握。那尤其我们三位要合体，因为他们说合体的效果很好。那是不是有办法合体？现在没有办法把握哈。那也因此呢，就是尽量做做看咯哈，只能协调看看。那第一个我们三位的合体，那但是呢，如果说没有办法本人合体的话，是不是有办法透过影像的合体啊，透过声音的合体等等方式来处理也是可以。